忍气吞声，可不像是你的风格呀。我需要钱，在我没有找到更好收入的工作之前，能忍则忍，这叫识时务者，选择性忍耐。哇，这是你给你自己做的？嗯。嚯，一个大男人。 活得比女人还精致哦！活得像你这么写意的女人也不多呀。嗯，好吃。但是你夸我了啊！为什么那么需要钱呀？为了给我和我妹租一房子，又不想过太寒酸。 你这在生活的长线上委屈自己，不如忍一时的人情冷暖。而且，丽丽周现在这个情绪吧，我也是能理解的。你明明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非要把自己装成一副怼天怼地的样子。这就善良了，你要求也不高啊。分人，预算多少？什么？房租啊？嗯。 5000吧，最多8000。你们这干什么？把我那房子租给你吧，月租5000。你那房子随随便便都能租10000多，在我这搞慈善呢。再说了，租给我你住哪儿？你还有别的房吗？我住奶奶那儿，反正她不是走回来。那你为什么？ 这么便宜租给我？想追你？那不应该再大方点，免费吗？那多瞧不起你！也是哦。你要不敢租，那就算了，不勉强。成交，5000啊！你大男人说话算话，我今天晚上就搬过去。 还以为你能还个价呢。嗯，你不吃了吗？